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今天来拍一下我们的小小锦鲤啊，不对，现在是大大锦鲤的哦。这个锦鲤日记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更新的话应该是好几个月之后了哈，就是上次影片之后的好几个月了。我可以看到这个鱼真的变很大，真的很大只啊，大只很多，有些应该都成长了两三倍有了哦。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些鱼啊，也活了也快一年了嘛，八九个月了。我们上次是七月的时候买的。这个应该也都过得很好，应该是有机会再活个十年二十年应该没问题啦。到时候我在一段时间再记录，这样子的话这个变化会比较明显。 OK， 太棒了。